最近蔡壁如在台中的选举的竞选总部成立内底吼，卢秀燕讲啊，阮这是蓝白河，其实在我看来，迄叫亲中田中河，两者田中的角度无同款。黄国昌的造气嘛，甲咱这个严宽仁同台。啊，上届可耻的，其实我感觉是黄国昌，一群人常常表现出吼痛恨贪腐，其实大家拢知影，台湾民主最大的贪腐的是地方家族黑金二势力，这是台湾民主的地方毒瘤。国昌为着选举，会使社会甲台中在地地方家族黑金二势力做伙徛做伙徛，蔡壁如的选举台真正是正客嘴，十五讲的拢无同款的对。太阳花收割王者黄国昌，真正是台湾民主发展历史当中的一出闹剧啊！